有没有金秀贤？可能怎么样？很好看呢，好看吗？而且有股那种松弛感跟吊儿郎当的感觉。你意思说像小屁孩吗？为什么闻起来都变香了？有吗？有在为他心动一次吗？也没有那种刚初恋的感觉。有，节目快结束吧，我要回家了。这位到底是韩国欧巴还是维持一样是大叔呢？我们欢迎 Michael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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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15年后再看，真的有心动的感觉。哎，怎么差这么多啊？哇，这样好赞哦！真的，重新帮你们找回这种哈激动的感觉。时尚兽医，我有加时尚两个字哦。哇，有这么惨啊！我跟你讲，其实我刚结婚的时候，然后就是看到我老公那个衣橱啊，嗯，然后就发现了，就是很多不懂的衣服，是，就比如说是。好像就是我爷爷阿公，没那么夸张吧？太离谱了！哎，有照片，你看一下，就这种，哎，好像哎，很像哎，真的很像季跟夏季啊，就这种的。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就是你要穿的吗？他跟我说是啊，他说。好像他说你他说有一段时间就流行，对，有一段时间就流行这种唐装，下面就搭个休闲裤、牛仔裤，对不对？刚李欣说有图为证的时候，我有抖一下，哎，因为那个双面金色蓝色，我有这件。我们当时很流行哎，对呀，就是双色，你看那上面搭一个破牛仔裤。我们好好的活在人间，你干嘛去穿另一个世界应该穿的衣服？对啊，世鹏哥，你怎么那么喜欢兽衣？真的，对啊，应该说我有品味，那时候是跟着流行，好不好？是哦，你那个不小心躺在那边睡觉，可能就被拖去烧掉。没那么严重啦，快点回来爱照哦。没有，可是因为那样子的衣服，我也必须讲。就是年轻的时候，年轻的样子，因为世鹏年轻的时候也是，你知道，风流倜傥，帅得不得了，帅得不得了。当时拍广告，一支接着一支，对，那个真的是随便穿随便好看。但确实像那一件，虽然我也有一件，对，我上一次穿大概是十几年前，因为主题 party 才会拿出来，不然再也不会拿出来穿了。那是什么趴？就是中国风啊，加员外吧。所以很难讲哦。除了这种兽衣哦，对，还有一件我很不懂的衣服。然后我一打开，我说老公，你为什么把雨衣挂在了衣橱里？雨衣塑料材质的，全透明的，就是这种外套。就哎，几乎款式一样，全塑料，全透明的。我想说这是什么？这是雨衣吗？因为我那一件是我去日本玩的时候，在新宿那边买的，那时候蛮流行穿那种 BBC 的那种，就透明感。对对对，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穿的其他的一些颜色的衣服，然后可以透出来。然后太阳阳光一照，你会发亮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觉得穿的很酷啊，那上综艺节目。很有效果啊！你有穿过吗？哎，那个很难搭，穿过一两次。那个我在时装展有看过，那件外套里面不穿搭一个领带，那个真的非常高阶才能搭得好看。但通常那个时装展的衣服是穿不到西门町东区的，很难。这样听起来像变态。对啊，随时要打开这样。你怪怪的，真的怪怪。那你就把它清掉啊！不行，我老公还特别节俭，然后你还不能丢，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皮衣，什么红的、橘色那种皮衣的那种皮衣，以前也很流行啊。不是，就是很流行过了，你是不是要处理掉？不要再挂在那里，下一秒再穿了吧。对。哎，不是啊，那有时候就一段时间会开始又复古又流行回来，没有，是不是好像流行会轮回？对，是这样的，没有错。几十年过去了，现在也没有轮回到兽医好吗？如果是兽医加皮衣呢？啊，兽医。可是比较好奇是，世鹏哥，你的品味到最后真的有流行回来吗？我现在还在等啊，还在等。不要等了，已经都不要了。他只有等到寿终正寝的时候。真正就可以用上，我跟你讲。
怎么样？他是不洗澡不换衣服的啊，他什么东西？我刚刚不是说他穿什么出去就是什么吗？对，但基本上他觉得不脏的话，他也没拍，他也可以不洗澡不换衣服。他的不脏的定义也很宽广哦，就今天上了一整天的班，然后晚上跟同事去应酬唱歌，回家以后他也可以不洗澡，这样还不脏，这样不脏，他可以直接睡觉，这样不脏，他觉得还好。或者是他就稍微洗个脚，那怎样才算脏？对，好好奇。那你就要问他，他标准很宽。然后如果我们出去三天两夜旅行啊，不带行李，他不带行李，他每次坐在那边，我就说你都不收行李，他就说要收什么？然后我就说对，你要换洗啊，三天呢。他说不用啊，就这样子啊。我说那你内裤什么不用换吗？反过来穿。他说也还好吧，就是这样子、啊。内裤也不换。他说第一天去就在开车，最后一天回来也在开车，那就也就只有中间那一天就不要穿就好了，脏不到哪里去啊，就洗洗澡。我跟你讲，他还有一个逻辑，就是衣服不洗就洗澡，那身体不洗就洗衣服就换衣服。好环保啊！就是这样子的逻辑。我解释一下，是，对啊，他说我那个，譬如说去外面应酬，对不对？然后回来，其实我觉得自己觉得很脏，但我觉得不洗澡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脏到他们，我自己睡一间，因为你去外面应酬可能会喝醉了，喝醉的话如果再洗澡，我怕会出事情，没脏到别人，然后也怕吵到他们，因为太晚了，不要脏到他们。但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会洗啊。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脏，但我没有脏到老婆跟小孩。他自己有一个独立肮脏室啦。你知道他那个房间，我跟你讲，他那个房间只要门打开，你从外面经过，真的是一股酸味。是，真的，真的以为有尸体藏在里面，超酸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带衣服出去旅行？不带衣服出去，其实有带啊，但是就是带个三件这样子。他就是见招拆招，因为其实行李箱也没有我的位置啊。哎呦，对啊，因为老婆小孩的东西很多嘛，那我就不能占太多空间。所以也不是他不爱换啦，是杨浩如带太多东西了。对啦，对啦，我总是三天的时候会带八天的衣服。但是这个我真的没办法。对啊，我也穿不下。那种没洗澡就上床什么，那个我没办法接受，我真的没办法。可是真的喝得很醉。哦，更恶。